我要在旁边一起看吗？好哦。好哦，我们要从前面开始看。是谁躲在这个后面？毛毛虫啊。那是谁躲在水壶后面？不过你要轻轻的。是蜗牛。蜗牛躲在这后面。是谁躲在花盆后面？这是谁？妈妈拿，妈妈拿。哦，我拿，好啊，这是兔兔啊。妈妈拿，妈妈拿。这是兔兔。妈妈拿。嗯。是谁躲在那个后面？小老鼠。是谁躲在这个后面？是谁？喵喵。喵喵。那是谁躲在房子里面？是谁？他是谁？baby 小 baby 呀、啊，他抱着熊熊，跟你一样带熊熊。一样的。对呀、啊，一样带熊熊。嗯、对呀、啊，你要看下一本了吗？嗯、一样熊熊。对，他一样带熊熊。下一本是这个吗？嗯、他们要玩躲猫猫，对不对？躲猫猫哦。是谁躲在后面？找到了吗？在后面，对不对？他躲在哪里？他躲在灯罩下面。躲在哪边？在围裙后面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吃饼干，还有呵呵哦。他躲在哪里？他躲在咖啡色的熊熊。找到了，好棒！哇，他们盖绿色的被被睡觉，他还有抱熊熊，他有抱熊熊，喵喵，围裙。